今晚才来，迄王医师就是咧无闲，今仔来看病呀。啊，唔知专工拜托咱讲讲，来带秀文去试礼服。好啦好啦，来去来去，无等会等伤久唔好啦。阿婶啊，我是咧想讲吼，啊文生是我的后生啦，秀文是我的查某囝，平平拢是囝。今晚哦要去陪秀文试礼服，我是真欢喜。啊，不过我若想着哦，恁家咧文生放伫咧厝，我着足烦恼的呢。好啦好啦好啦。面点烦恼的有诶无？两个拢是咱诶囡仔，无毋对。但是秀芬这二十多年来，咱无甲疼惜着啊。啊，即摆是人生中诶上大喜事呢。咱一定来，我甲斗三工者，紧起紧啊，卖搁等。照顾患者较重要，若有闲再赶来就好啊，无闲就我甲阿端来伫遮咧陪啊。赶紧赶紧赶紧，你放心。好好好。哦，这王医师吼，安尼已经敲几落通电话来咧关心啊，即款囝实在是无得找啊。阿祥，你看觅咧。水哎，有影水就对。阿端啊，咱秀芬啊结婚迄天，一定是全世界上最水的新娘。那是当然的哦。爸，多谢你的鼓励。妈，你看，这树下树无？哦，下树下树。今年新娘衫吼做了实在有够水啦。这乌起来是咩啊？哎呦，这不要紧啦，从我做起都较歹看咧，查甫囡仔不要紧。是查某的啦，不是查甫的啦。有啊，查甫的查某的不是拢同款，同款的嘛是你的孙。阿端啊，嘿，那是安怎？那是安怎？爸，啊，我是倒位有问题哦，你紧甲我讲啦。无啦，你若不乖，后生后壁敢若小可去滚落垃圾啊，我。是嘞，现是倒位有垃圾烧。无啦无啦，无要紧无要紧。阿端，我今天来小可怪怪，你加看嘛。我看的是倒位垃圾。哦，代志哪会变安尼？哪会变安尼啦？阿霞，咱的查某囝哦，全部做记号呢。啊，咱若无去甲斟酌哦，秀文记号无，啊，就甲认作查某囝，实在够糊涂的啦。无采工，无采想我已经找到咱查某囝，但即摆伊阁一张空。我无感觉哦，只是一张空。你即摆是要讲啥？
咱用伊趁这石港哦，甲秀云还袂结婚以前，啊安排秀云哦，甲文生。你讲笑话啊！因两个结婚贴牌都已经放出去啊，你袂用遮自私呢？做老母当然无自私。搁再讲，文生甲秀云本来就小姨爱啊，啊小姨的人嫁做翁仔某，这是上好的代志啊。我讲的敢唔对呀？你看这腰都要收较红了无？唔免啦，啊收伤红吼会歹喘气啊。哦，啊对啦，这头饰你搁甲我换一顶新的好不好？啊、哦、好，我去替。秀云。秀云，你足水，我自早都希望看到你穿新娘衫，今日我看到。文生，你哪会走嘞？安怎？我敢袂用来？你的情况有够严，你明明知影我破病，你嘛一定知影我已经好啊。就算讲，就算讲咱是兄妹啊。你敢袂用来看我呀？我知影你真无闲，无闲准备结婚的代志。我是一个真无路用的人，连行路拢行袂好势啦。你哪有迄个时间来看我？文生，我唔是你所讲的安尼，我只是无勇气，我无法度面对你，我更加无法度。无法度叫你阿兄。阿兄，天公伯正好创治，想让我昏倒，等我一醒起来，煞变作一个连行路拢无在条行的啦。要嫁好爱人，煞来嫁到上港，是安怎？是安怎变作安尼嘞？因为我是你的小妹。你不是，你不是我小妹，你绝对不是，你绝对不是。文生。这是无法度的代志，咱来认命。认命？我是要认什么命？假使讲我知影我执行了，代志会变作安尼，我永远永远就要躲在冰层底，我永远永远拢无法执行。爸，你莫阁讲，你的心情我会当了解。了解？我无讲你哪会了解？所有人拢无爱甲我讲你伫倒位，拢无爱和我甲你见面。拢跳过，要拆散嘞！你知影？我为着要看，我连夜在做福建，活到了，伊搁爬起来。我今日才有法度，直接来看到你。秀，我甲你讲，我爱你。假使讲无你，我都无拍算搁要活落。秀，你也嫁予我，你也嫁予我，你也嫁予我。你若讲小妹讲这款话，为啥我袂用？伊不是我小妹，伊绝对不是啦，不是绝对不是啦。行啊，你较定静的，咱回来。我袂回来，阿爸，伊不是我小妹啦。阿祥，你敢不讲清楚啦？有啦，什么代志回来再讲，回来。阿爸，我袂回来，阿爸，阿爸，我袂回来。秀芬啊，文秀，我都惊了我呢。伊哪会来遮？哎，伊是专工来看咱的。哦。心头艰苦无地看，多情总比无情伤。是伊一片苍茫的心，扛顶天降落草。哎，你昨拄啊，你若代志拢讲讲出来，迄效果是不堪设想呢。自头到尾吼，全咱家己人，踮遐咧吃半饼。啊，当王医师煞变受害者，已经真无简单吼，要甲秀云结婚啊吼，袂用去啊破坏啦。早嘛无发现，我也无发现，看看咱伫遐秀云，咱决定要结婚的时阵，我才去想着讲哦，我的查某孙啊，身躯有存无做记号。啊，安尼无用啊，规个拢戆去啊啦，有影。阿母。你甲想看卖，两方的家长拢同意啊，啊，人伊新厝嘛已经整理好啊，贴仔嘛放出去啊，即马要哪会用去甲秀芬讲，伊甲文生还毋是亲娘妹啊？即嘛是要安怎样咩？卡
出秀芬吼，那真是因为安尼无结婚的拍算，那安尼就是表示伊唔是真心要叫石刚的啊。小拜托的，你即马是唔能够去舞遐有诶无诶出头，你知影？哎呦，阿婶啊，你讲话声头嘛闹较低咧，即若去有文生听，就是变哪较细声的啦。阿端啊，你吼，多爱小看天立场，小想看卖。卡叔，你那是王医师因妈妈？我干阿知吼，我是文生的妈妈，文生是我的囝，我无希望看到文生伊遐尼痛苦。希望我的囝会当过着幸福的日子。哎，你正经话讲袂通呢，啊，这款的叫做姻缘天注定啦。啊，秀芬吼，就是注定爱嫁王医师啦。阿母啊，你安尼疼文生，啊，你嘛甲文生这个金孙娘，你一定要好好甲斗相共吼。哎呀，我都安尼哦，无代无志安尼哦，我咧讲讲出来，不知要创啥。我本身哦，根本也不知恁去试成咧好个代志哦，伊就袂走去找秀芬啊啦。阿母啊，尊祖讲秀芬吼，唔是咱查某囝，尊祖讲本身也无去找秀芬啊，这项代志哦，甘款来继续甲安看落去啦。阿婶，阿母。秀芬啊。那无看到阿爸，阿爸是去对啊？应该是去送帖吧啦。阿都一寡亲戚吼住较远，普通时啊较安尼滴联络。爸就讲吼，要亲身甲帖仔送过去，安尼较有诚意啊。阿顺便趁这个机会去甲因开讲一下。我看阿爸为着咱结婚的代志咧无闲，虽然讲作忝，也毋过看会出来，伊作欢喜。是啊，伊就是想要赶紧甲我嫁出去。四大人我嘛是安尼，希望四姐会当赶紧成家。安尼哦，伊才有法度抱孙啊。秀芬，你今仔看起来足水。你的意思是讲，我平常时也足歹哦？无啦，我毋是迄个意思啦。我是看着讲哦，你为我穿新娘衫，我才肯定讲你是我的。你哪安尼想？虽然讲你已经答应要嫁我，要不我感觉足担心的。但是讲你会随时变卦，会离开我。你是不是因为文生的？我是讲，是不是因为阮阿兄的关系？你都讲文生是你亲阿兄，我无啥物让我担心。我今日看到伊会当走路啊，而且比我原本想的搁较坚强，我实在加足安心的。看到文生会当恢复遐尼紧哦，其实哦，我嘛足替伊欢喜的。要不这两天哦，我先安排伊检查身体。无我管安尼啦，我即马来找伊哈。唔免啦啦，你连亲情礼吼都要阮爸爸妈妈陪我去，你哪有其他的时间去看伊啊？秀芬，你是毋是怨叹讲我拢无时间陪你？我安尼做完全拢是因为……我知影啦，你是毋是要讲为着要和我过搁较好的日子，而且诊所才拄开业尔，所以你也加开一寡时间伫诊所。既然你都已经了解啊。我有做些代志爱无用，我安尼啦，你替我去陪赵文生好无？安尼我就会当替伊安排检查身体啊。袂用你啦，咱都伫要结婚啊，我阁有真侪代志爱无用呢。我知，你为着咱结婚的代志，连看人到迄汤里啊、送碰椅，也毋过这代志拢会当安排啊。杜春讲哦，你无爱去赵文生，我至少你嘛去伊边看你阿爸阿母，还阁阿妈。秀芬，那是你的亲生爸母呢，是这世间上上该亲的人，至少你嘛要去一边看看。就刚讲了无，爸爸妈妈这么爱疼我，我是应该要回去看伊。我若是回去，都一定会拄到危险。
看看困袂去的哦，毋是干咱两个母仔囝。哦，代志哪会母甲安尼？免哪会知影？总共一句啦，秀芬哦，甲王医师啦，愈紧结婚愈好啦，较无其他的麻烦的代志发生。到尾安怎紧？你只要订落去啊，天晚嘛放落啊，较紧嘛来等下伊讲。等嘛是得等啦。敢是后礼拜？啊，但唔能够发生代志啊，我会顺顺利利过。你是烦恼阿端来讲的。阿端来一心干那想要弥补文生啊，啊，他看到文生啊安尼死，就无食袂困啊。是讲哦，这天公伯因为正好创敌人，偏偏到这个时阵啊，才发现秀芬唔是我的查某囝。我一个可怜的孙，是安怎伊都爱受这款的折磨啊？是安怎样啦？喂，爸。阿爸有甲你吵着无？阿袂啦，我还袂困啊。新鲜的啦，要做新娘啊，一定较紧张的啊。啊，代志拢准备了差不多啊吼。啊，敢有阿爸爱斗相共的所在？唔免啦，拢准备甲差不多啊，就剩相片还袂翕尔啦。赶紧去翕翕，赶紧去翕。甲翕相馆的人讲嘛，明仔载就会使去翕啊。爸，你是安怎啦？啊！你来三更半夜敲电话来甲我讲这，爸，是毋是文生伊？无啦，无啦，毋是啦，你甲文生啊无啥关系啦。嘿啦嘿啦，你赶紧去翕翕个啊！嗯，好啦好啦好，啊无你较早休困嘞。哦，啊无明仔载若要去翕相，面色无啥好嘞。嗯。到底是安怎？你是因为看到秀芬穿结婚礼服，就想到恁较早的约束，所以你心肝真艰苦，对无？妈妈甲你讲，代志哦是会当挽回。当挽回？是要来当挽回？人婚期拢已经定啊，连贴嘛都已经发出去。迄拢无要紧啊，只要我讲出哦。迄是安怎无要紧？这是关系到秀芬一生的幸福。假使讲我甲秀芬的过去，若是结婚了后，互石刚知影，安尼个代志变较足严重，你知影无？文生，你是咧讲啥？但是石刚知影，我甲秀芬的过去，我搁常常伫伊面头前出现。那安尼石刚，心内一定会袂爽快。安尼第一个受害者一定是秀芬，你知影无？你要离开这，你要离开咱家哦。我无离开这，敢袂用的？我甲秀芬感情都已经。
是烦恼，伊计有酒驾，将来万一酒驾，兵故事提起，我甲秀芬来过去，到时阵，伊两个冤家，伊连小妈本都无啊，那安尼，伊哪有幸福嘞？我一定要离开这，我袂用阁害秀芬啊！你惊伊无幸福，那安尼，你就甲抢转来，妈妈一定替你甲抢转来，但是你唔通离开这的想法，好不好？你即马在讲啥？我甲秀芬是亲兄妹啊嘞，今日就是安尼，代志该闹到这个地步。你唔是亲兄妹啊啦！你莫误会讲，我甲秀芬是亲兄妹啊呢。恁真是唔是亲兄妹啊？妈妈会去证明的啦。所以你唔免离开，你唔通搁再离开妈妈，妈妈一定替你甲抢回来吼。情的阮心肝，亲像一。